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知道你厉害的是这个东西连 Google 都 Google 不出来。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哇，要黄标了。什么？好，各自也可以黄标。阿美，什么又我了啊？那个题目就真的是黄标啊！我看那个，你们等一下看到那个东西，你不猜黄标，好，输逼，随便你，我直接上演黄标，上演黄标，没有，你等一下看，不能不看呢、哦，等一下看上一题，一定怎么猜一定是黄标，完了，这个东西连 Google 都 Google 不到。酷吧？你是不是没有？你相信我，我刚刚也做了 Google 一样的事情，然后结果什么都查不到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，好痛苦。这样吗？我已经不知道在干什么了，总之我就是努力的把它呈现出来就好了。哈有没有鱼竿，可是你听我讲，你按照字面上做出来绝对不会偏太多。好，我已经按照字面做出来了、yeah. 而且我好像不玩酷、啊、天才啊，这猜不出来根本吃屎，拜托 yeah、啊、这就可以了、okay. 这个咧我已经不知道干什么，谁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你还有一分，你还有两分钟多。呀，哎，可以加油。错，细节。谁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不要。观众知道是什么吗？不要。那就不像兔兔。可以啊。青不是这个、哦。他没有眼睛。青是这个吗？好像是这个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记错了？这个是这个吗？要怎么染羊毛？要怎么染羊的颜色？拿染料对准羊啊，右键。染料，这个才是吗？哦，对，还可以用这个。哦，哦哦。突然觉得时间好多。你剩六十秒了，你真的吗？哦哦，应该还可以。基本上我的东西在一分钟前就盖完了，还剩几秒？52，啪！欸，植物是不是有限定材质啊？这样可以吧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不管了，我就这样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我已经植物要放在盖了，我不盖了，放在土上不是吗？我手动，对啊，你剩下30秒。我跟你讲，我就算盖得很好啦，我算盖得很好，我没有，你猜不出来啦。真的要这么化成天主？我觉得这两届都有点侮辱我的那个艺术造诣。这么化成天主啊？他如果额外去拆了这个东西，应该是不会啦，有这么明显的东西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么纯，绝对可以意会到我在盖。所以需要用一些那个心灵去意会它。加油！哇，真的好可爱哦、喔！彪啊！这个猜错我剁掉。这个猜错我要剁掉。这啥、啊？怎么盖的？盖成这样子？这好有趣啊！
啥、啊？是啥、啊？这猜错我也剁掉了。不敢猜这个，不敢猜。这猜错我也剁掉了，这简单。啥、啊？这一看我就中，我马上中。我觉得我刚刚盖的超好，可是我现在看不懂这个是什么。我就剁掉头发，剁个一公分。我已经放弃思考了。既然黄标了，就变红标吧。哟，哎，这个真的看，好吧。点，哎我，哎，我觉得我这次盖的都不错哎、欸，对不对？繁星，我没办法，也不错，真的猜不出来，很棒，真的是厕所吗？反正是最后一个了嘛，我真的，你下次盖人用那个白色粘土块，最后一个了吗？哦，白色粘土哦，硬化粘土，你说皮肤色吗？对啊，哪里有白色粘土？倒数第四，这好像不是。是吗？这是最后一个了吗？哎、欸，太杂，倒数第六个，应该还有一个吧？是你呀、啊，嗯，认真猜呀、啊！哦，看到了，樱花白色粘土。哦，好，我会了。酷啊！应该还有一题吧？认真猜啦！呀，对呀，四个字。哦哟！我靠！哇，这个好，我爱。哇靠！哇靠！这什么怪？哇靠！哇靠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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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我刚刚 TNT 往上飞，又吓到我了。就可以了吧？漂亮。哎，在正中间。我竟然要沦落到要盖这种东西。妈没有办法盖泥土。为什么？这样便宜点吗？啊！扔掉怎么办？剩一百秒，怕爆！啊，我觉得他好像猜错了。被拆掉。就这样了吧。我觉得，很可以的啦。啊，就大概这样子。你跟蔡英文分界还敏感。
我觉得我做得很烂。好了，我觉得就是感受一下，你等一下猜题的人稍微感受一下我内心的不平静，能呈现一种我好棒哦，33个月了，一波浪符。好。你才在那边说我那个掉地上不叫你33个月。我早就好了。掉地上比较好。多久？20秒啊！差不多，大家感受一下，够了啦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Next！ 哈哈哈！哪找可爱？好酷哦！我看看。哇哦，盖子真好，不错哎、欸！什么哎、欸？奇怪，这真的是上一个同一个人做的吗？对，哎、欸，自己看一看，好像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哎、欸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为什么？心中有屎，看什么都是屎。哎、欸，干，我有个题目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把那个匿名的铁簪打爆了，能拿出来啊？拿出来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铁簪还好。铁簪在上面，装饰类，装饰类。哦，装饰，对不起，装饰。那个花，第二个花，你找一根铁簪。这个哦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我来找个还没有人打爆过的东西打爆一下好了。这要怎么3、4个字呢？再看一次。现在按着左键会有准心下面会有一条东西钻出来，天哪！Lucy 你说的那个是攻击的蓄力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就是会变比较强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会虚脱，你要集气了，会虚再打。你太长左键打没有伤害。好了，来 ，Go， 啊，等我了，啊，我来了，受不了。好。好咪。好咪，好咪。好了，预备备 ，Go！ 好了，预备，我先哦。好。这是龟兔赛跑。龟兔赛跑。这是超顺的啦。这是我做的。繁星的龟兔赛跑，然后凯洛做的，不错不错。哎、啊欸，我们的乌龟长得很像哎、欸。正战正战正战。哎、欸，你也猜龟兔赛跑，我也盖龟兔赛跑。哦。哇，还有大龙。可以。肚子怎么歪头？歪。这是比较俏皮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样才看得出来比较有对你在讲什么。哦，下一个就龟兔赛跑，这个很难错吧？怎么变平面？累了。那十五 T 是什么？那当然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 EST first。
他十五D， 天十五D， 哈错啦，从头到尾都是龟兔赛跑，我觉得那个兔子长得。他最后一个字是才对。是啊是啊，我啊我猜你。哇，好顺哦，这个太龟兔赛跑，太简单了。难得出现一个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。那是一开始那个出题的太烂，翻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喵电感应，这很难呢、欸。哎呦，我真的超难盖。我出的。对了，你猜对了。哦，猜对了。哇。哎、欸，好顺啊！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好可爱哦！破盗星球吗？会盖帽？好可爱！可以把帽叫出来，然后再按照它的样子盖一次啊！哦，猫咪生气，完了！啊、哦！讲话了，龟龟又不讲话，真是白目到爆！下次不要找他。哇！哎、欸，不是我的麦会自己关起来哎、欸，他感应不到我说话，他很气吗？你看尾巴都翘起来，他已经弓背了，对，弓背有没有？然后眼睛，然后眼睛直接，那还盖的还不错，炸毛，炸毛，这是什么？围绕着猫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这猫咪你吗？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下一题了是不是？我盖你猫咪你吗？虽然我不知道怎么。你到底在盖什么东西？就饮料。谁知道这是蜂蜜柠檬啊？他猜对啊！我靠！我猜是柠檬。哇！哦，原来是破天机哦！原来是这里哦！这东西都没有盖出来。盖猜不出这是饮料。哎，电击杀技，好帅哦！这个我有意会哦，这个我有意会哦。我觉得我这个盖的很好哎，你看我上面还放这个，不错哎。有吧，我觉得我这个，哎、欸，我想了很久要怎么盖，哎，我有意会到，我有意会到，你有猜，我猜的，我猜的，金在天呐、啊，啊，地上破洞啊，哇，我靠，哎、這個欸，我来按右键，这好厉害哦，秋了吧，哇靠，把地上炸成这样，这个打雷太屌了，你盖的。好烦心，哇！板直接裂开，然后好猛哦、喔！板洞，这刚才有 TNT 啊！哇，我刚刚突然断掉哎、欸！天崩地裂，我靠！我猜的，我来念就好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猜对了，我应该猜对吧？赛人，超级赛人，超级赛人，超级赛人。对不起，我就盖超级赛人。可是我觉得我有猜对哎、欸！猜什么？阿卡洛特哦。哇，有像，不要按字，不要按字，我没按，我没按，哎、欸、有吧？我觉得猜卡卡罗特不算猜错哎、欸。啊，这也是卡卡罗特。对啊。你听得到猜到的声音吗 ？Super Saiyan， 哎，干、欸、这好强哦、喔。Super Saiyan。Super Saiyan。你的声音超小。声音超小，我的吗？不要按字，不要按字，谁按字？就听不到你讲话没？不要，不要。哦。对啊，蔡渣声音超小。哎、欸，我们被调成70%了，为什么？现在这样嘞，又回去了，又小了。还是小。那这样子嘞？可以了。可以。所以你刚刚讲的话，我观众都没听到。不要按指，我来按。给蔡渣按。那个等。不可以补。好。哎、欸，都不管了、啊，干。不可以补。还等什么？现在。这是。凯洛盖的吧，对啊，这我盖的 Super Saiyan， Super Saiyan， 猜的上一题，然后这个是谁猜的？我猜的，卡洛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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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耶，哦，好了，不算歪啦，就从 Super Saiyan， 我以为 Super 那个超级赛人可以盖一些什么死人嘛，你要看你后面那个人素质，我看别人怎么直接怎么可以直接出这种？梅博，我错了，梅博，对不起你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怎么猜？这谁盖的？猜，这题卷什么意思？怎么猜成正的？好强达人，刚刚都变达人了，都还是有靠啦，靠还在，不过那根也太长了吧？好恶心哦！不要按纸，不要按哦，快毕业。超强达人嘛！哦天哪、啊！哇！你是反新盖的，果然。太新潮了。
太害羞。这好棒哦！这好棒。大爆射吗？我猜。会吧？难道？难道？哦不，原来他是从这里来的。我猜的，因为我看到眼睛很惊恐，我觉得他现在疯了。哦不，哦不！哇！什么东西啊？我第一眼还以为是什么棉树之类的，抽象画，啊，或者是很惊天撞地的大师。但是，我最后仔细想想，我刚刚就不是说心中有屎，看什么时候屎，所以我就，好，哎呦，厉害哦，走了没歪，都还是更高。哦，这要从这个要反着念，临上开花。欸、这个好酷哦，这好厉害哦，是超难的啦，做的不错吧？这个做的不错，因为这有看得出来是那个合体，干是打对非常棒，做还不错，你打出吗？哦，繁星猜到了，猜、yeah! 到了，完了，我觉得我会雷，耶、yeah! 啊，我觉得我要雷了，我果然不知道什么是岭上开花，哎、欸，我好雷哦。然后我会让它开花。太累了，你猜高岭之花、欸、有啊，有这两个、啊。不然你怎么第一、哎、你第一个怎么会想到是岭开花？你想到高岭、啊？不好说，不过我也盖了差不多的东西啊。然后这个是我猜的。猜了，猜出来吗？猜回来、欸，什么？自己看吧。啊！哦、你看看到这个就会猜高岭之花。自己雷啊！你弄歪了。你怎么不说是盖那个山的人雷？好吧，也是。奇怪。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啊、哦！真的是金童跟玉女哎、欸！原来是金童玉女。我靠！那你猜什么？我猜那个玉女，黄童子是什么？我就本来想说，你只要盖黄色跟青色的童子，就绝对不会歪楼。照着上面打嘛，难怪你说。电视。难怪你说 Google 也会 Google 不到。对，我已经查过了。角色。那个。是什么啦？毕卡索。我们大家想的都差不多嘛。一下子腻。我刚才就出来啊。我也很心虚好吗？我也在想我要盖什么东西。哦。啊。好棒哦。他头长这样吗？他好厉害哦。哪边是正面啊？是画。现在有猜得出来是毕卡索吗？谁是最后一个猜的？看一下雷不雷。我猜的。啊、哎呦，也、欸、可以吧？他是艺术画家、啊，没错吧？可以耶。没了，好快哦。金童玉女，到底什么是黄金童？想不到。黄金童。黄金童。我觉得 Google 还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我内心有多难过吗？多紧张。金童子，我要去看你的黄金童子，太超烂了，而且只有超就一点点东西而已，你真的是。而且我还换过材质。这个，不要回来看了。童子，我的好。哎、欸，不是很像一个那个西洋音乐的封面。开始以为是电子。没有，他没有底座，那应该是人。下半部不见了。还有吗？我觉得还有一关。黄金童子的错，绝对不是我的错。我不管啦，就是你啦，干你这个战犯，干战犯。好少。开启战斗。不要。等。哎、欸，凌晨，你等我。金童玉女好可爱哦、喔。我盖完很毛哎、欸，什么金虫玉女？你在讲什么？金虫玉米，金虫玉米，很像某个片的片名。再这四个字就猜这个。金虫玉女。我的天哪！
太糟糕了。看片考。他说他想要下一次再玩，你要放过他吗？谁、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？他说他不会玩，所以我。